Welcome to Library Spark。我们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公馆分馆。图书馆公馆分馆的入口哦 ，Let's go！ 好漂亮，一楼大厅哦，橘色的灯光让气氛变得更柔和与温馨了呢。设计无创商品，在图书馆这里就可以直接购买。这是拼图造型的特殊椅子，可以让读者发挥创意，自由的组装与摆设。后面的柜子有满满的影片，尤其这两排是可以外借出馆的哦。这里有图书馆精心挑选的咖啡杯可以使用。这里有你喜欢的轻小说吗？没有的话，后面还有很多。你相信吗？我在图书馆里面看《海贼王》，这些是师大分部提供的漫画书。公馆校区有理学院，所以图书馆特别设立了科普书专区，还有科普好书一百。怎么看到有人在讲话书呢？哦，原来这里是亲身讨论区，总共有七间，而且每台都有电视屏幕可以使用哦。只要想大声讨论的话，这边还有六间团体讨论室，可以依照人数申请使用，最少三人，最多八到十人。现在的学生还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弹钢琴，但在弹奏前记得要先去柜台借耳机与转接头，才不会影响到别人哦。公馆分馆还有一个艺术银行，专门典藏师大的重要画作，相当的珍贵哦。为了让读者可以放松休息，公馆分馆还特别设立了冥想区哦。但是要注意礼节，不可以在这边躺卧呼呼大睡。这边有很多英文书，你知道怎么做挑选吗？事实上，公馆分馆已经贴心了，将这些英文书做分级的标示，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来做挑选阅读哦。所以大家一起来挑战最高等级。书读累了，可以眺望窗外的风景，让眼睛休息一下哦。公馆分馆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地方，期待你下次能过来自己体验看看。拜拜 SPA， 下次再见。